兄弟，实在不行，我们施展风火轮战术，你抓住我的脚，你抓住我的脚。好，抓住了吗？抓住了。好。啊、别松手啊！无敌风火轮战术，好吧。大胳膊。你要不你抓我脚，我试一下。可以。我操！那我来教你脚。脚的朝向，脚的朝向就是你飞的方向，兄弟。好，然后。遨游天际的感觉爽不爽？啊，脚的朝向就是梦的方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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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脚的方向，你来做司机。兄弟，我司机也做的不是很好，好吧？先把这个拿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别松手，别松手，别松手，先把这个拿了。你拿，我拿。我拿，我拿，我拿。你要做司机就你做司机，你做司机。好，走。好吧。喂喂啊！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。你把我蹬死了，我操！我来试一下，我来试一下。好，你他妈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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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！这他妈还能飞出去的？起飞！出发！要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可以。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，慢点飞，慢点飞，一口气，好吧，一口气。我，我们一步一个脚印，我们先拿到萝卜，拿完萝卜我们就正常玩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我操你！我操！飞过去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